望的火光，把人们迷茫的双眼点亮。你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迈出的步伐是那样坚强。山穷水尽中，一腔血热春秋浩荡。时代大潮来，论成败，战人生辉煌。划破那长空的大风，你张扬无尽我民族的希望。黑白了云头的苍天，你写不出我英雄的篇章。划破那长空的大风，你张扬不尽我民族的希望。黑白了云头的苍天，你写不出我英雄的篇章。你写不出我英雄的篇章，划破那长空的大风，你照亮不尽我民族的希望。黑白了云头的苍天，你写不出我英雄的篇章，你写不出我英雄的篇章。老弟啊，谢谢你帮我洗了脑子。这两天我们要召开一个董事会，研究兼并一批中小企业的事情。好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哎，陆川实业昨天的收盘价只有8.7块啊。天宇这次只兼并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知道，陆川实业每股市价不超过20元，天宇是不会放在眼里的。老弟，你是知道的，天宇已经亮出了进军500强的牌子，这总得有点实质性的行动吧？这半年一年了没有动静。传志兄，3-4个月总能等吧？哎呀，别的我倒不怕，只怕迟了你的前姐夫坐到了我的位置上。嗯，好，忙过这几天，咱们聚一聚，详细的谈谈。好的，改天见。嗯。王传志开始行动了，老齐啊，赶快在离天宇不远的地方买一套全装修的房子送给江小四。那股票呢？太多了吧？股票要给，房子也要给，要给他和王传志提供一个安全见面的地方，面积可以小一点，装修一定要够档次啊。哎呀，这又得花不少钱呢。这头都磕了，还在乎这几拜啊？哦，约下桥本，抓紧时间跟他见个面。三友公司是个关键啊，股价想上20块，没有外资的背景不行。嗯，桥本回过数值了，估计很快就能回来的。嗯。哦，陆川方面肯配合吗？对我们言听计从。
这什么时候成了董事长了？呀，该请我一顿了吧？想得美！我见你一面不容易啊，你不会是来和我谈在陆川建基地的事吧？嗨，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陆川我跑两次，你要真心想搞这件事的话，你绝不会漫不经心了。你这个父母官，我这个父母官不错呀，一直在为陆川找钱呀。这么说，你又捧陆成伟的臭脚了？如今我不围着他转，围着谁转？我又能从什么地方弄到钱呀？你别夸张了。哎，一点都不。陆川的国企问题已经得到根本的解决。500万职工股，按今天的市价，已经值5000万了。你不能不承认，陆成伟拯救了陆川的工业。陆成伟肯定要赚钱，这是他吹的泡沫，与中国的大局一点益处也没有。说不定副产品就是一串贪官。我只是个七品县长，所以我得感谢陆成伟。我们正准备授予他一个名誉职务。什么名誉职务？名誉县长啊。我这次来西平就是特意为这件事儿找他来磋商。哦不，请示这件事儿。人家一个电话说晚上有活动，我和老田就得等。有时候想想真想辞职不干。你还是党员吗？你和前面几个花钱买官有什么两样？亏你们想出这馊主意。姐，你请。好，来来来，喝点茶。啊，陆先生，我有个愿望，希望你能帮我实现。啊，请讲，只要我能做得到。啊，就是跳西班牙舞的那个姑娘，她热情、丰满、性感。还有日本女人柔顺安静的一面，啊，我做梦都梦到过她。你说的是顾小姐？她已经不是你的女人了。是，她是和我没有关系了，可她现在不在西平。前天我在机场见到过她，她又回西平拍电视剧了，我不会看错的。乔本君，你一个人在中国工作，需要女人可以理解。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娱乐业，可以帮你找各种各样的女人。不不不，我不需要妓女。在中国，我对别的女人都不感兴趣。三友公司可以和陆川实业做出合作的姿态，基本协议也可以签订。我尽力吧。找到以后我通知你。どうも。よく待ってるよ。啊，你早回来了。怎么样，乔本愿意合作吗？乔本，哎呦，真是邪门了。怎么了？这个家伙硬说双凤回西平。是啊，双凤是回西平了。真的？刚才我还跟他在一块呢。他又回来干什么？演戏，挣钱。挣钱？嗯。那200万，双凤这孩子心太善了。他的那些钱被他的亲戚们以各种名义借走了，他弟弟也弄走了不少。这小子在大学里三天两头换一个女朋友。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了。哎，乔本他，乔本同意跟我们合作。王传志约我明天跟他详谈。好好好好。多拖一个月就多投入1000万呢。我知道。虎狼，陆总没有约你，你去了不太好。这个会是不是那个王传志也要参加？是啊，他跟陆总谈合作项目。你是不是对王传志？可笑，吃哪门子醋啊？要不要送你一段？不用了，我去五连看看。好。
呼，你有什么事儿啊？红宇，我想见见你。我没空。红宇，是不是小四把你甩了？你有小四，你还找我干嘛？红宇，你听我说。你跟小四说吧。哎呀，老弟，最近不怎么打，退步了。来，哎，四小姐啊，麻烦你去给我们拿几瓶冰水。遵命。王兄啊，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应该可以吧？哎，日资介入的背景有点意思。如果你们能把和三友公司合作的消息尽快的公开，那么天宇也能早一点名正言顺的跟你们接触。是啊，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想通过陆川政府搞到开发陆川县稀有金属的权利。很好，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电话没有人接，这家里边又没有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哎，有钱挣就得。哎，他要是和那什么女人在这过夜，那我们怎么办？过了十二点咱就撤。你们不就想抓他个短吗？非这劲干嘛？哎，你说我把他引个地方，你们逮个现行，那多省事儿啊。老板就让咱们跟着。哎，有情况。麦子，你狼哥，朋克呢？好，兄弟如手足，女人似衣服。收个地方，好，解决局门口，待会儿见。你看清楚了？好，不用了。我说他是那种人吧？哼，果然如此。老齐啊，这人啊，首先是社会的人，性格决定命运，还可以加一句，环境决定命运。哎，什么高兴的事儿啊？王传志在江小四的闺房里，是不是好消息？我们的大诗人吃醋了，约了几个朋友去九月局，这不也是好消息吗？大姐、啊，痴情、啊，大妹子，陆总，哎，齐先生，你们来吧。啊，哦，大妹子，西平这地方潮湿，对您治病不利。哎，听说这玩意儿效果不错，您试试啊。啊，哎呀，那谢谢了，谢谢了，不客气。哎，红宇啊，快看谁来了！哟，梅小姐，
坐吧，来，坐坐坐坐坐。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哦，我呢，先得给你们做个检讨。我没有把古狼管好，昨天晚上他出了点事，梅小姐最好能跟我们去一下。他出什么事儿了？古狼这小伙子很聪明，也很有才华，刚刚完成一篇稿子，写得不错。昨天呢，我们陆总奖励他3000块钱，哎呀，没想到晚上他就出事儿了。他可能是太压抑了，前一段出国的时候呢，就对什么都感兴趣，也怪我对他敲打不够。梅小姐，这事我还是单独跟你谈吧。哼，还能有什么好事儿？这事儿呢，说大也不大，可说小也不小。这个社会诱惑太多了。古狼呢，他是个诗人，请的一帮朋友呢，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和作家。可能是因为酒喝的太多吧，到酒约局夜总会找了几个小姐，可是没想到正逢市里的扫黄大黑。你们一大早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呢？听他做这种下贱的事儿，就不许别人说了。大姐啊，这种事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按道理是应该瞒着你们。可是古狼在里边跟他们讲了和红宇的关系，派出所一定坚持红宇不去他们就不放人。我跟老齐跟他们说了很多。我去。红宇，对，把戒指还给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从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红宇，红宇，梅小姐，你跟着我干嘛？喊我干嘛？我刚从你们家出来，古狼的事我都听说了，别难过啊，回家吧。我用不着你管，这下你们可以看我的笑话了。你们这些人就喜欢搅和别人的生活，搅和完了又假惺惺的来劝，我用不着你可怜我。红衣，你冷静点，没人想看你的笑话。你说你这种情绪，你妈会担心的。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跳河的。我跟我妈会好好的活下去。人嘛，想开了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何必过得太认真呢？古狼昨天还在给我写诗，今天就……我认了。我就去陆成伟那儿，给他当个花瓶，不是挺好的吗？陆成伟有钱有势的，我跟了他有什么不好？你不要这么想，这不是你的实话。这就是我的实话，你也看见了，我现在还有什么路可以走？不要绝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陆成伟他可以改变一个古狼，
但他改变不了你。好了好了，好了啊，咱们回家。好了，回家吧，好吧。来，咱们俩好好谈谈。谈什么？你是不是怕别人认出你来？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了。哎，钱，你没给钱呢？你到底看清楚了没有？那个男的是不是史天雄？啊，在大街上拥抱。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你去忙你的吧。我可真是蠢呐、啊！你都听到了吗？啊，他史天雄，吃着碗里的，站着锅里的，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怪不得他不娶金月兰呢，原来他早就看上梅红雨了。小薇，我说你是不是多心了啊？梅小姐早上遇到古郎的事儿，心里肯定不痛快嘛。碰上天雄诉诉苦，那很正常的事儿呀。我说呀，天雄他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他史天雄是个男人，是个懂得女人、懂得什么是好女人的男人。他不能用这种方式对我。几十年了，我受够了。受够了他这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张伟，别再冲动了，啊！天穹肯定误会了你和红雨之间的感情，你应该让他了解这些。你们兄弟之间缺少沟通。兄弟？什么兄弟？我没这个兄弟。时光，梅红雨只有你一个推荐人。天雄也觉得梅红雨胜任技术部经理的职务。你接不干什么？妹。我没有，还没有呢。这几个岗位是向市委公开招聘，作为总经理，我很欢迎他来应聘这个岗位。金总，你知道的，梅红雨家的情况有点特别。大洪水过后，我们都快被看成慈善机构了。再说，以他的才干，应该能竞争到这个岗位。月兰，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希望把技术部经理这个位置留给梅红雨，他已经同意来独得利了。我听不大明白，梅红雨失业算是被动失业吧？独得利技术部经理一职，西平有很多优秀人才都愿意来。听你的口气，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确实是我劝他来的。我能不能知道你的理由？梅红雨啊，是被小日本公司无端出名的。我觉得可气的是，西平这么多企业没有敢招聘他。如果咱们都得利不接纳他，就无法充分显示正义和良知的存在。言之有理，开董事会的时候，我这个总经理可以投赞成票。不过你劝说梅小姐去就技术部经理一职，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吧。当然了，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
我们也无权过问了。丁兄，你别再为陆成美专业什么的，免得金总弄不清楚。做这件事呢，我确实有私心，要是解释清楚啊，恐怕牵扯好几个人的隐私。我跟你说，陆成美这小子，谈女朋友谈一个扔一个，而且他非常张狂地跟我说，他一定要让梅红宇拜倒在金钱的魔掌下。我也曾发誓不惜余力地阻止这件事情，他现在基本要成功了。前几天梅红宇的妈妈收了陆成美一笔钱，昨天晚上梅红宇的男朋友和三陪女郎鬼混的时候被公安局给抓了。我相信这件事儿用不着再解释了，我同意你的决定。来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陌生人啊，梅红宇小姐。从今天起，她就是都德利人了。董事会一致同意聘梅小姐出任都德利零售公司技术部经理，欢迎。各位观众，这是一个公司新职员加盟的欢迎仪式。也许大家认为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司空见惯，可是今天我们却为这个仪式而感慨万分。新职员梅红宇就是我们节目当中那个被日资企业无端解雇的中方雇员。在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来信和电话，对他的命运表示关注。今天梅红宇终于加盟到都德利，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进行反思。金钱主宰着人们的价值观时，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如何体现？为此，我们采访几位当事人。梅小姐，听说你在我们节目当中向日企讨说法，几乎葬送你在西平的就业机会，连续被几十家公司拒之门外，你是否感到绝望过？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绝望过。我要感谢都德利对我的帮助，对我们全家的帮助。我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关心。我从来就没有后悔上电视为自己讨公道，我也非常能理解那些拒绝我的公司。在这儿，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谢谢你们，小姐。石董事长，当今社会经常出现的劳资纠纷当中，受到伤害的通常是老百姓，您对这一现象有何看法？在和世界接轨的今天，那么当事人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国家完善相应的法规，这对保障每一个社会人的个人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反观世界上许多民族，是吧，无论是在经济发达时期还是在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都是一个民族素质的标志。那么在眼下这个转型过渡期，是吧，人类的这个道德观便显得至关重要了。那都德利主动接纳梅红宇是否道德使然？这件事儿都是金月兰总经理亲自办的，你可以问问他。金总，请您说两句吧。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最喜欢的歌就是《爱的奉献》，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可以表达您的心声呢？是的，在非常的岁月里，都德利与你共度难关。梅红宇小姐遇到困难，帮助他解决困难是我们都德利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企业的一名领导人，公司另一个原则就是公司的利益至高无上。梅红宇小姐精于计算机，又会两门外语，在日企做过骄人的成绩，她能加盟我们的公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不过都德利不是救世主，但是当公平、正义、良知受到践踏的时候，都德利不会坐视不顾的。这是我们石董事长为我们定下的道德理念。今后我们公司还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那先这样，好，这个先放我这儿吧，我走了啊。哟，你好。哟，好久不见啊，请坐。最近很风光吧？成了家乡的名誉父母官了。这也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嘛，啊，大势所趋。如果现在要是在陆川搞民意调查的话，秦思明可能要下课了。哎，你最近好像心情也不错嘛。你来找我的目的，我想我已经清楚了。我承认，
金钱是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但它绝不是决定性的唯一力量。很多时候，金钱是无能的。你们发给他的那点薪水，他养不了家。你这么做真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完全误读了我对他的感情。你应该想想我为什么会误读你的伟大爱情，因为我看过了女主角。算了算了，我给你个机会，让他自己选择。喂，梅经理啊，哎，我史天雄，你过来一下。嗯，史天雄，你不要逼我，这很公平。你太自负了，是自信。来，红宇，找我啊，见见我的客人。哎，陆总，你好。梅小姐，你比原先更漂亮了。谢谢你。大家都很熟悉，这样说话就可以更直接了。来来，红宇坐。是这样啊，陆总啊，他对你的事业和家庭非常关心，他希望你到他那儿去任职。真的，你到他那儿呢，我别的不敢保证，月收入肯定是1300块的数倍吧？啊，他埋怨我啊，抢先把你给挖来了，很不仗义。红玉，这样啊，我和都德利，一是为你的前途着想，二是想还程伟这么一个公平。谁让我们是几十年的兄弟呢？对不对？这样，你当着我们两个人面表个态，是留还是走，你决定。别客气啊，梅小姐，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哼，你就算想离开都德利，我还不同意呢。你在都德利做部门经理，体现了正义和良知的胜利，这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天雄嘛，从小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追赶的目标。你们的金总呢，更是一位不让须眉的大人物。能在这儿工作，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你在都德利能够做出成绩，回报社会对你的关爱。哦，另外我还想告诉你，我没有把古浪开除。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他毕竟是你的初恋，我希望你能够给他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哦，快回去工作吧，我是资本家，天雄也是，是资本家都一样，眼里边只有剩余价值。陆先生，谢谢你对我的关心，那我先走了，你们继续聊。好，好。没有想到，这种冠冕堂皇的假话，连小学生都会说。你这么做哪还有一点做兄弟的情谊啊？你让他当面选，这是给我公平吗？我没有错。史天雄，你听着，我还没有结过婚，我这会儿心里生出的东西肯定是夺妻之恨。你说怪不怪啊？有了这种恨啊，他就想做点事。你不能总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是一个富有使命的人，有思想，有眼光，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上目前这种绝好的机遇，你肯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我不用你安慰我，
史天雄。这世上为什么要有史天雄这个人呢？只要有他在，我永远都是演配角。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梅小姐一块儿进教堂吗？没有这种可能了。我最近经常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古诗下着连阴雨，日本人又不肯合作，算了吧，我认输了。这不符合你的性格。陈伟，反败为胜的机会是有的，你有这个实力。股市嘛，也有转牛的时候。虽然我们投入了近2亿，可是有个上市公司在那儿，保本不会成问题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梅小姐，你为什么不能正面和天雄较量较量？说说看。我只是一些零星的想法，提出来供您参考。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都德利的营销模式，应该说2-3年之后，这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投资方向。但我认为都德利存在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他在做出了全市最低价承诺的同时，又做出了包赔差价的承诺。就是说，如果同一天一位顾客从另外商场所购货物的价格比都德利低的话，那么都德利不但要同意退货，而且要包赔他的差价。靠这一点，虽然都德利赢得了市场最低价的信誉，但同时也使他走入了死穴。你想想啊，如果竞争对手事先知道了都德利的营销计划和价格方案的话，岂不是可以对他进行致命的一击吗？说下去。啊，都德利成立了技术部，显然是想从管理上上个台阶，而梅小姐做了技术部的经理，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了。你想想，如果蓝平章通过梅红宇之手了解了技术部的机密以后，他会怎么做呢？当然，这里面需要一个关键的人物。我有一个候选人，此人叫刁明生，是金玉兰的前夫。前些日子一直靠给小公司做假账为生，后来因做假账被拘留，释放以后靠踩三轮车为生。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最恨史天雄的就是这个刁明生了。如果刁明生能进入都德利的话，或许能造出个计划来。啊，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许有点异想天开。老齐啊，能想到这一步，你真是天才。哈哈，不不不，我只是做了参谋，或者师爷的本职工作。你说错了，你既不是我的参谋，也不是我的师爷，我们是兄弟，你是我非常敬重的兄长。莫姐姐，参赛喽！来来来，给你给你。Hello， 莫姐姐。哎，先生，先生，您还没给钱呢。要钱没有，算你学雷锋了。不，坐车给钱，天经地义。您看，我们做点小生意不容易。先生，您放手。你他妈放手！坐你车是瞧不起你，找死呢！你以为我怕你啊？坐车不给钱，你还想打人呢？你太好了！爸，我跟你拼了！你！报110吧！爸，爸，你怎么了？
我们的合作只局限咱们三个人知道。只要在王传志和陆政委的联手合作中解掉他一个扣子，就会打乱他们的布局。没离成也离不了。我连死都死不成。你往这儿看，你给我看仔细了，你这个畜生。